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怎么样子做好一个公务员，我们介绍昨天的五点，后面还有五点。怎么样做好一个公务员呢？第六，要不贪污，金钱清楚。作为公家服务啊，最要紧的就是要这个清廉廉洁，不要贪污，因为贪污啊，所以就污染了自己的名誉啊人格。这个不贪污最要紧就是金钱上啊个人清楚，这个所谓丝毫不苟，公私分明啊，不应当是我的啊，我不要。这个金钱清楚不贪污，必定是一个好的公务员。第七点呢，要不暴怒，性情平和。因为在公家服务啊，有时候啊工作也忙，压力也大，长官呐部署要求又多，所以你不能发脾气啊。在佛门里面也常讲啊，说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呀。嗔恨之后，能少功德之灵了。所以不暴怒呢，亲切平和，这是服务的根本。第八点呢，要不为过啊，尽心负责。有时候这个做公务员呢，就常常有一些事情啊发生了错失的地方，自己要能担当，不一定要把过失都推给别人。你太过维护自己呀，别人不会欣赏你，不会喜欢你。只要你有力量，别人担当一点过失啊，我想是对自己的前途会很好的。第九点呢，要不怪别，群处和睦，就做人不要怪别啊。在大众里面相处啊，最要紧的要合群啊，随缘随喜随众啊要和睦。第一，和睦啊最重要。第十点呢，要不强令，慈悲喜舍。做一个公务员呢，不要太过小气啊，为了自己啊，一点多一点时间加班不高兴啊，多一点辛苦多受一点委屈不高兴。你不要太强烈啊，有了时间了帮忙人，有了力量了帮忙人。所谓这个慈悲喜舍呀，你给别人多一点慈悲，多一点关心，多一点友爱，明白说就会获得别人的尊敬。多一点喜舍呀，人家也会多一些欢喜给你。所以如何做好一个公务员呢？至少昨天的啊，第六就是不贪污，金钱清楚。第七呢，要不暴怒呢，心情平和。第八呢，要不为过，尽心负责。第九啊，不怪别，群处和睦。第十啊，不强令，慈悲喜舍了。